生化危机多线任务之巴黎危机，病毒爆发期间，法国巴黎也未幸免。保护伞公司准备对这里进行病毒传播。这里可以选择盟军或者苏联进行防御，当然也可以选择保护伞公司对巴黎进行打击。我们这里就选择法国本土部队吧。开始，我们抓紧训练大兵，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。特别是这几个路口，记得海豹部队也配上，这样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没用的建筑可以卖掉，前期有点缺经济。就这样把路口防御好，后面就简单了。注意两个光临坦克，要保护好哦。这关没科技，所以光临后面作用很大。
防御做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准备进攻。这关的任务是清理城市周围所有的生化实验设备。
这时候苏军增援来了，准备激活埃菲尔铁塔。
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咯。Unit lost. Unit lost. Unit lost. Okay. Need a conversion. Unit lost. Get ready. Aim for speed. Get the fury down. Unit lost. Transformer panel in order. Running smooth. Fast and light. Made for speed.